是这个啊，只能坐到左边。啊？回去了，啊，
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应该是说往那个房子，我们要回去了吧？对啊，往那个房子。再拍一张，你看，都它叫戴眼罩的羊皮山。你不觉得吗？它现在戴眼罩，真的随时一个云就把它遮掉了。嗯。啊，你往左边啊？对啊，右边也行。要往左冲。是啊。走啊，
的地方，没问题。那你说谁的哈？那个爸爸。有戴口罩吗？啊？怎么戴口罩？有吧。至少要打一下，因为不然我们高度不够，对不对？走回去也是可以啊，你要的话。好累哦。对啊，你觉得哪个比较省力？当然是黄线啊。对啊。哎，还没开灯呢。然后可以看你真的头一点点，然后又有云大道了，它真是。乌云罩顶，就这样了，之后应该拍不到了。我的还有在录，他刚连关好 N 次，在一堆人叉叉滑那个波道，我开他不行，我开他不行，我打算算了，然后那个叉叉波道滑完。我再按一次，结果他到现在。好吧，回去换个卡给他好了。现在我最大的是128还是256？一天录不完。依照我们现在这个录法，一天录不完。你现在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录很少，还是录很多？我们没有很勤勉的说，一开始一定要滑，然后还要滑到最后。好了，血要滑得好，体力要练好。今天的收获就是我的脚的肌肉应该用的蛮多的了。你今天用这个有太阳太大吗？不会啊，不会啊，完全不会。那个给昂昂，然后让我会产生幻听，就哔哔哔，哔哔哔哔哔。我想隔壁缆车的我应该不会听到才对啊，我觉得是他的声音。那明年就会是街长一睡醒这种天气啦，整个白白的。他要阴没关系、欸。你不觉得他一直在漂浮吗？他在上下晃动哎、欸。是啊，你有感觉吗？有啊，然后呢？好感觉。平常坐缆车，我有这种感觉啊。因为它的线有点松松，对吧？中间这一个，中间这一段，距离又远，然后比较会这样。穿小背心的都不见了，他们也该下课回去了吧？真的吗？如果从一点上到三点的话，手暖了一点呢、
威斯汀都还没过嘞，威斯汀过才可能快过马路了。我只是手要戴起来。他连雪场地图都没有画这一块，我很怀疑这个缆车跟这一块到底是在干嘛的。但是还是有人在穿着过马路。要坐这个缆车过马路啊？就是我们去97过的马路。对啊。我本来还不知道他这个过山的缆车那么远。两根柱子，然后特地做一个拱斗，然后被太浪费。有一点，他坐小火车就了不起了。我原来小火车，我以为真的是小火车，结果是单轨列车。又要往上爬，爬呀爬。好脏哦，都还没洗完手。路边的、啊、这是滑，这不是滑水道吧？应该是哦。它有那个造浪游泳池啊。有开。有开？有开。冬季造开温水的。是的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他跟我介绍设施的时候就有讲。我忘了，你看那个楼层 map 就知道了。对啊。那你没叫我带用衣啊？我根本没有想到要用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你会要用吗？可以去玩啊。嫌累。就像新店，我们就有去玩。嫌累。你好安全，持续。对啊，我就觉得力气已经没了。就是回去啊，还是有一堆学生站在那。我找不去了。我在上什么？上左右翻身吗？还是上？对，他们在上左右转。
要修哦。没有，他们都在下面上课，他们在下那个上那个侧边降下来这种感觉。好恐怖，好多人哦。要修哦。今天礼拜五啊。六日不知道怎样。至少这里是来排的，没有背景。你要上谁？不要说。